这声就消电的软件，一定会起死。这昏迷是天要做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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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弟弟，你想要抢这朵莲花，我就利用伊来做钓饵。必须小弟弟，幸亏我把莲花吃下去。放开啦！敢是怎样？你袂用把阮师傅当作球咧耍啦？你安尼哦，会害伊身份做起来。你有听无啦？敢是怎？紧把阮放开啦！我咧唔放啦！戆阿虎啊，这叫三分囡仔来看，看嘛知，林师傅哦死啊，伊魂魄去乌白无常哦搞去啊！我，哎呦！水啊水啊，啊你敢问啊，这尼啊困着小姐恁已经死啊，可是条金龟哦，得甲咱算。哎哎哎！你莫话讲哦，阮师傅道行遐尔啊悬，哪有可能啊得死？哎呦，迄道行哦悬哦，迄哪有啥路用啊？我甲你讲啦，迄哦足侪人哦，讲迄飞天遁地，迄时啊哪够？迄双脚一亮哦，迄赶快也去见祖公啦。而且哦，我是亲耳听到的呢，迄小祭奠哦是叫迄阎罗哦点二足气号的。叫伊话一讲哦，伊都爱偷笑啊啦！干嘛呢？啊哪呢？我着笑一个给你听哈！我哈哈！孙啊孙啊，敢咪是你爹爹哦？要甲小姐恁哦赶出老人院时，伊才唔甘愿，等下哦要笑咱惊的。哎呦，迄小姐恁哦，底是阎罗王呢，阎罗王哪有可能放伊回来啦？哎呀，你看啦，看上阵。你小姐这个代替哦，不给哦，你怎么跟人讲啊啦？你别后面讲啦，那是你不是叫我这边给你看呀？讲了啊，啊你搁假辩解，拢是你规暗甲我变来变去，误了我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你吼实在是真该死。啊！小姐姐，你笑，你笑死啦！我别老实讲。你看我看看你啊！无安尼哦，我念的哦，娘方才我会让你啦，你着看我以后去当代转世啊！我才袂瘾呢，我即摆已经甲阎罗王讲好啊哦，嘿，即摆乌白无常就要来教你啦！叔娘，叔娘，叔娘！多谢孙兄，恁爸个创治我啦，你看迄姑娘哦，已经嫁到死死昏昏啊嘞。是啊，啊是人叫伊恶人无的，搁新创治阮师傅。阮孙兄哦，咱伊嘛是关心多谢，看是毋是哦，去许乌白无常哦，甲搞昏去。多谢孙兄，拜托的啦，好歹大拢嘛孙兄弟。哈哈，拜托的啦。有利用价值，啊要用我的时阵，就输兄弟啊，是吧？哈哈，啊若无要用我吼，啊就一脚把我踢咧边啊去，搁咸迄个势，啊急的吼，把我拢拨出去啊。对，师傅，咱莫太家己找麻烦，趁一个机会哦，看伊是会生会死，谁知伊？好。啊？啊？我敢有讲唔对话？孙孙孙子啊，孙子，起来起来，孙子，我讲你都真无死啊，伊在跟咱讲耍笑的啦，吼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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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哎呦，小姐姐，
人惊人诶，惊死啊！我惊呀，都叫你惊死啊！哎呦，啊大姐有啥物头好惊啊？拄只吼，我用我这个破事吼，甲你讲一个，是要甲你三魂七魄拢保护掉啦。就算讲你真是去看了鬼哦，你的魂魄嘛袂叫煞去。讲一个，多谢叔爷，阿妈，麻烦一个吼，你用你的破事哦，甲我讲一个。阿凤啊，那你给我拍啦！杜明水啊，啊，即摆是换你头壳歹去哦，啊，无代无志，叫阮师傅甲你拍是要创啥？歹势啦，啊个杜一师兄哦，讲叫我将迄地府哦所看的情形啊，拢甲凡间的人讲啦，啊，结果我内吼也看也无解清楚，记也无解侪，所以讲想讲哦，可要落去地府哦，去老老实实去看较清楚的啦。好好好好，你有这款的想法，正确。慈悲啊，这叫做地连体，色是非啦。无影啦，是你唔敢嫌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大哥啊，有看无？小学一个，这叫做下愿啦，积功德，知无？免笑，恁三个拢跟我等去困。行啦，啊，等去困下啦。积功德。阿达吼，我是三下乱一个吼，唔知有只即马甲强人的灵体，还是藏在倒位啦？啊！你，哎呦！对吼，啊雷神甲我也不是讲无熟悉啊，啊既然熟悉伊，伊那敢讲暗中来帮助吾只？嘿，那不是雷神？那恁是甚人在暗中顾家哩？金如林啊！哎呦，这里搞到！哎啊，来来来来，我帮我扫了。哎，阿东兄啊！嘿，啊，你昨暝什么时阵回来？啊，我哪拢唔知呀。嗯。我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，变来变去，因为我是因为我是这间庙的庙公，嘿，我家己有锁匙啊，我准啊开迄个后边门偷钻入来。好多兄，哦，你这高资源的，安尼这个讲生笑，啊，这叫是你的，啊，你若要回来跟我讲一下，我就给你开门就好啊。你哪着遐尼啊费气？啊，都安尼洗一脸，啊，对后尾门转来。无差啦，你啊，咱老岁仔人啊，当作运动啊，安尼身体唔在用。啊，无你看，哎，啊打！虽然伤啊，敢那豆的，不过用啊，敢那牛的，你看。哎，啊，无你即卖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我是咧想讲，有一天我来参加你这个会，会当参像你安尼哦，这么乐听就好啊。可惜，阮心家去抓到迄只乌精，我即马田地财产拢无啊。连我唯一的宝贝仔囝，我去乌精害死啊！好啊。你莫阁哭啊啦！我的心肝将冷的冷，亲像麻糍遐尼冷。我若看人哭哦，我若想要跟人哭。阿弟啊！阿弟啊！你莫哭啦，死嘞啦，死嘞啦！我实在无应该安尼七早八早吼，扰乱你的心情啦。我看安尼啦吼，强的十万元是借顾一阮水某念的来啊，啊我来去找赵坐殿的。哦，拜托赵坐殿去找一只牛精，看当把一只牛精吼替你讨淡薄仔田地转来，互你后半世人较好过无？哈、哦，多谢你，啊，足歹势，啊，佫互你安尼替我代志咧操烦。唔通安尼讲啦，啊，你家己一个留喺遮嘛爱注意呢，吼、哦。我知，我知。哦，再见。再见。
做人是足好、足热心的啦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再好好共报答才对嘞。既然这摆宫内无人，我就先把你金身毁掉，顺续讨一个万。你搁真牛，我真牛，找人去斗阵，小飞我也袂晓啊。啊！啊！啊！你紧走啊！奇怪，恁若无用白，白去灵魂寺，叫小姐点球。你若无去找，真正害你的着死，是因为害阮这无辜的人，你会受到报应。亲像你这款忘恩背义的人，是有啥物资格甲我讲报应？把你杀的是，生活讨一个万贵。他多少回头？今嘛有同款，要把你的金身毁掉，安尼，恁才来查，我才有机会将你一网打尽。站在你后头的，敢不敢我的金身啊？吼，原来是你真正不受家冷落牛哈！臭地婆，你心莫得意，老人死活。今嘛搁在我手头，你若是要害死，你就动手啊！我袂用无顾虑着刘玉莲的生死。牛精，你俩准讲我是三岁囡仔，你凊彩讲我，我拢会听。无影无影，你去问小姐等，你就会知影。看昨暗刘玉莲人体是毋是在我手头？唔管有影无影。规定吼，我先给你抓起来，我就唔惊你会对刘玉莲会安怎。好啊，你都无在顾虑刘玉莲死活，我是在顾虑啥？有才叫你给我抬死，看小姐等敢放你煞。吼，这臭牛仔竟然敢威胁我！好啊，等我来去给小姐等吼问个清楚，你就知死。哼！水某，为什么气得六六喘，害我看到心肝唔感觉丢三下？讲，倒一个白目甲你欺负，因烟头翁来甲当作过地。看你跟你看啦，七杂八杂，迄只牛精走来遮乱啊！哟，原来鸟主哦，不怪我伫咧半路的时阵，感觉讲奇怪，是安怎那会香火点我面头前硬硬飞，我心内感觉唔对，就来紧拼转来保护我，水某。你讲歪个，你是在倒哈？我哦，啊，就迄沈夫人呐，靠我听，讲伊叫迄只牛精害到安尼凄惨落魄啊！啊，我唔则想着讲吼，来去灵隐寺哦，找赵爹爹呢吼。哎，爱人嘞，歹势，我小找人一下。沈夫人啊，沈夫人，啊，就走倒去啦。沈水妹，哈，伊是安怎要倒伫个遐？心夫人，心夫人，
着代志大条啊啦！才交你，我来去找赵泽典的。哦，讲到这个事务上偏心啊啦，啊，家己的徒弟啊拢唔听，有好工的大家拢送给别人，安尼我也算算。我好啊，你免吃醋啦。你若感觉恁小姐等哦，予你袂靠的，还是讲哦对你无好，迄真简单啊，你著家己要去找出路，啊，伊想办法去外口发展就好啊。我才袂安尼做嘞，是安那袂行的。你也无剃头，假设你也无穿，你真自由啊。哦，你唔免哦，予恁小姐等哦，家你哦白死死的灵魂死啊。嘿嘿嘿，干是孙兄啊，我无欢喜伫遐坐坐了，迄是阮家代志，干啥物事代啊？哈！你若是继续听我讲着五四三，再让阮厝内感情挂着，我阿浩啊，你即摆是咧起动啊，是咧起啥？啊，爱甲遐尔大声，爱甲我用要闭结。哎，小姐姐，你来遐拄好啦。恁这个徒弟哦，正咧怨叹讲你这事哦，好康啊，拢要报复伊啦，伊正要掠狂咧。好康？嗯。什么好康的？哎呦，夭寿咯你啊！啊，我来遐戆，啊有好康的，袂晓家己留，搁报给别人看咯。阿伯哦，阿浩啊，讲的就是讲我去参观地府的代志啦。好好好好，是安尼哦。啊是讲，讲呀，嗯，啊杜明去参观地府，啊你嘛有去地府一转，嘿，讲笑无？你有赚到什么好康？哦，有哦，当然有哦。好，嘿哦，阎罗哦，唔拿哦，是请我食饭哦。伊佫讲哦，要替我咧消灾解厄、延寿添福报。佫讲哦，有机会要甲我安排哦，去个全国上大间的佛寺哦，替我做主持。哇，师傅，你有听到无啦？我唔管啦，你一定安排我去地府哦，我包一寡好康的。你即马有看到我咧变面无？啊！你实在有影好，啊！讲了啊，讲啥？啊！你着听啥物话？姑娘，啊有影遐尼好康笑？哎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啊，既然遐尼好康啊，我规气都即马甲你、甲阿浩拢送去地府度，拢来等，安尼好无？啊！唔卖啊！唔卖啦！唔卖哦！你咧惊啥物话啦？啊！他阎罗王哦，对你遐尼好，啊！你该客气哦，免客气啦，搁去做客一遍啦。来，我送你去。我拄啊，拢是在骗人的啦！你这个地府哦，唔好啦，唔通去啦，也无什么好讲的啦。你有听到？师傅，你若无啥物代志，我先来走吼。有惊到，有惊到！我即摆是趁机会咧甲教化呢。伊若无吼，伊会抓算讲吼，我有好康的拢无甲讲。阎罗殿，阴森森，亡魂见鸟，头着狗，后尾用事太懵懂，不受我上一生。查见笑要走啊是啊，嗯，多谢啊，这就是世人的痴功啦。阎罗王哦，才会答应哦，给我去地间哦，啊老老实实行行看看，啊将我所看到哦，甲这世间人讲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是讲下当做偌济就先做偌济，有当时啊，咱合作嘛真无奈呢。对，啊都好，去无用你。我袂用啊！我不陪你啊！青爷啊，青爷，来来来，你先去吧，来吸酒。